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。阅读前，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今天我们说一下，生命中所有相逢都是命中早注定。有些人转瞬便消失在各自的生命里，有些人却能深深烙进心底。时光匆匆，岁月一直静静地向前流淌着，生命里的那些人来了又走，有多少人能陪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？不必去追寻答案，唯有珍惜眼前时刻，珍惜有你们相伴的日子。不论哪个生肖，只要命中有吉星关照，都会遇险化疑。若是命中有财神坐镇，一旦鸿运来临，天时地利时来运转，财运就会自然而然地旺起来，干啥成啥，做什么都会风调雨顺，财运好，钱财抢着往你的手里钻，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富了起来。财神通路，谁就会有时来运转那一天。一、生肖鼠。生肖鼠的人生来聪明伶俐，心性精明，遇事细心，为前程为未来，便会更会处心积劳，在所不辞。生肖鼠的人很会积蓄，天生寒暑的能力无人能比，再加上原本命中就有伤官通劫的鼠人，更是具有会拢率，聚集钱财成堆，生活富有，人见人爱。二、生肖牛。生肖牛的人生性有韧劲，意志坚定，意性力强，处事严重九鼎，说到做到，办事靠谱，做真诚实在，扎扎实实做人的人，这样的人总是会得到老天的眷爱。一出生时，命中就注定了伤官被财生的格局，一生富贵都由老天来安排，有财可发，衣食无忧。三、生肖虎。生肖虎的人性情豪爽奔放，生性如猛虎，勇往直前，为人热情大方，处事酌情有度，是个魄力无限的人。虎人命中骑马的人，财源广进，财神入乡，岂有不发之理，能努力有奋斗，注定会走上发财之路，财运似锦，一路发下去，高才猛进，无人不服。四、生肖兔。生肖兔的人心地善良，性格温馨可人，为人处事有分寸，遇事见机好行事，生来就是不骄不躁的性格，善于顺其自然，最终样样成功。因为命中印绶通根的人，注定是运行财地，见财则发，运行官地，见官则升，升官又发财，无人不羡。五、生肖龙。生肖龙的人生性豪放，心气高，足智多谋，深沉多计，遇事主谋，心性较忌，处事步步为营，特有的手法必定会赢得特有的运势，干啥成啥。运气好的人生来命中就财为用神，注定是富人，因为用神为财，运入财地，财气大升，财源便会滚滚而来，大发其财。六、生肖蛇。生肖蛇的人生性聪明有心计，遇事爱思维探讨，琢磨究竟，做事按部就班，有逻辑，处事老谋妙算，计划周密。蛇人财运一向不错，尤其命中财神爷到位，时上逢财库者，大运行至财乡，晚年必发财，越老越有福。七、生肖马。生肖马的人生来美丽多福，聪明的大脑，思维敏捷，观察事物有力度，喜欢众人和有规律，唯独不喜欢家务繁琐多事。但马人天生有福气，偏偏命中喜逢印，生得印多者，反而福气深，一进财运箱，发财又发福，财福相当又两全。八、生肖羊。生肖羊的人温馨多福，人缘好，见人和气顺遂多，见不得别人可怜心就软，想事处事总是心胸宽，遇事不愿一般见识与人计较，自然就平静。这样的人命中注定性温心慈，财神也喜欢，亲自登门让财运通门户，财气大升，财运来，不想富也得富。九、生肖猴。生肖猴的人十分聪明，从精明中透出一份伶俐别致，智慧让他们总是想在别人前面，做什么事情都有独有的见识，才能给他们永远都是财富。
尤其是命中有财库临河地的人，简直就是财神送命中，钱财聚堆，注定发财，无人不富。十、生肖鸡。生肖鸡的人天生就是一个事业家，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，不管怎样都尽最大力量把事情做好，做得仁至义尽才爽快。而命中身旺财弱的鸡人，若得食神或者是伤官生财者，必定会有财运兴旺之势，运来财转，数钱都嫌累。十一、生肖狗。生肖狗的人生性敦厚，处事很稳重，为人也很厚度，一颗赤诚的心，做什么事情都踏实能干。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与人相处从没有计较或者是算计，凡事都顺其自然，这样的人总是能得到菩萨保佑。生来命中财官运就俱全，不是财运来就是富贵到。十二、生肖猪。生肖猪的人勤劳朴实善良，与人相处和睦，对人没有很多的挑剔，对生活兢兢业业，对待事物认真负责，对生活追求精益求精，只要肯努力，常常会得到财神的眷顾，因为财神就在身边。命中身做财的人，干啥成啥，运行财地则发，注定十人九贵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